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啊。严老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跟各位预告，那今天的话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阴阳 K 线啊，它所呈现的一个所谓的收盘价啊，可能就牵扯到后面啊盘势啊一连串的一个趋势啊。我们常常讲趋势啊，你可以从好我们的开盘八法跟所谓的均线三绝里面去研判这个大盘好后面的趋势啊，是不是跟严老师所讲的哈？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为止大盘的一个方向哈。那目前为止的话，早上的一个开盘啊，在这个位置区啊，你看到是开出来三点低盘啊，三点低盘没有重挫的原因啊。今天早上9:05啊，他所看到的所谓成交量啊，它是属于缩小的。好，大概就是维持在49亿附近啊。你把今天的每五分钟量去跟昨天的啊一个大盘啊，它是属于一个开低，但是啊昨天的成交量维持在62亿啊。那今天早上第一盘它开出来的盘是属于量缩的三低盘，目前为止啊，好容易怎么样？容易做到一个突破。好，也就是你目前为止啊，看到三低盘之后。好，目前为止是上涨啊，这个最大的原因啊，量比量价比价，在早上第一盘的时候，你就有个准确的依据去判断今天的一个盘势啊。那为什么今天的盘势非常重要？来看到我们的 K 线图啊，这是大盘的一个 K 线图啊，这里面很多的阴阳 K 线，好，这里面的阴阳 K 线啊，老师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哈，那包含实体的部分有所谓的大阳棒，那包含所谓的啊大阴棒。那所谓实体的部分要看所谓的多空的一个交战哈，另外那看到十字 K 线的部分的话有四种形态啊，另外就是所谓纺锤线的部分，好跟所谓的一根 K 线、两根 K 线跟三根 K 线所代表的一个所谓的啊多空的一个含义啊。那你今天看到这根 K 棒啊，看起来是什么纺锤线啊，带有下影线的一根小小的纺锤线。严老师，我学过技术分析，这一根纺锤线我们老师都没讲。讲的也不够清楚，为什么今天的纺锤线它的收盘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哈？我相信老师的讲义教材里面啊，这个所谓的多空啊、阴阳 K 线、黄金 K 线里面就跟各位讲解的非常清楚哈。你要对于 K 线理论啊，要详细的一个好看法啊，不是说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就看什么，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的阴阳 K 线跟一般投资人所认知的啊差异性啊非常大。好，这本书的话我有空的话也会带到节目来跟各位讲解哈。先看到我们的啊这个开盘八法里面的教材哈，开盘八法里面的教材在所谓的三 D 盘里面哈，看到三 D 盘，好有分高档跟低档了哈。你现在只要注意到目前为止的盘势啊，这个加权指数啊，如果开出来三 D 盘的话，它有机会会在9:40到9:50。今天的变盘转折是在10:10，10:10有没有突破平盘以上7点，有了哈，所以说，啊，老师在那边跟你写的很清楚哦。如果你之前是做空的，你要补空翻多，你要补空翻多，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盘势啊，当天啊三 T 盘啊开出来啊，好一个重要的一个解释哈。那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我相信这一张图卡了哈，你也不是很陌生了哈。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要开始布局了。如果趋势没有改变的话，老师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布局啊，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但是个股表现你要注意到，严老师现在目前为止布局的是第一个叫电子股，啊，第二个是贵买的小型股啊。那贵买指数今天啊再创波段新高嘛，代表严老师看的啊方向应该没有错嘛。好，那没有错的同时，电子股的话，今天我们手中有一档股票，好创波段新高啊。我相信只要你是老师的会员呐。好，这张股票目前为止啊，仍然是持股续报了哈。我们来股票市场里面赚钱，绝对不是赚那个一个哎3块5块啊，高价股赚个10块8块就出场了，绝对不是这样子哈。看得懂趋势的啊，我相信啊，这个股票市场啊，就像一个提款机啊，只要你看得懂啊，老师常常讲，那看得懂这个趋势，看得懂方向，真的那么简单吗？啊，这个要累积长期的一个经验了哈。你对于股票市场一个征战的一个经验，你对于多空的一个看法，我相信就能够左右各位的一个胜负了哈。这个胜负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自己的一个看法，对于控盘一个能力的一个极佳的表现哈。所以说，你目前为止你是严老师的会员哈，老师最近一定有带你做动作，啊，在高档区跌下来的同时啊，我们是做出卖出嘛。
卖出以后保留现金啊，但是现在的时候，严老师说，赢家就是等于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哈。你如果没有做布局的动作啊，啊，有一些个股表现的股票，你不见得哈能够赚到钱哈。那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操作了啊。那9月2号老师跟各位讲，这个叫低档区啊，低档的一个超卖区啊，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好，大胆的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当你买了之后啊，看到三高站上趋势啊，这个就是变盘转折，啊，这个就是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一个变盘转折，三高站上趋势，三高站上趋势做到一个等幅测距，这个叫做等幅测距。好，那有人对于严老师，哎，这开盘八法很有兴趣，哎，老师啊，开盘八法还能够做等幅测距啊？不是波浪才可以吗？绝对不是这样子。好，因为有一些奥义的地方啊，我只会跟我的会员啊在传真稿里面讲啊。那既然呢，严老师是属于啊在股票市场的分析师啊，有一些话老师会讲，有些话老师真的我想保留给我的会员了哈。那节目里面可以讲的，老师一定讲啊。那你注意到了哈，三高站上趋势，三高站上哪一个趋势啊？你翻开我们的讲义开盘八法里面均线三绝，他有讲啊，三高站上趋势。等幅测距怎么测的啊？书里面都有讲啊，书里面都有讲这个等幅测距500点啊，好，等于说你从这个地方发现有讯号一直涨上去以后啊，阿力也在探狗霸店。好，那在高档区啊出现一个讯号，跟今天的讯号完全一样啊，但是三 D 的一个趋势啊判别啊，好，多空啊，啊，你要有经验值啊，你判断是错误的，你不见得能够判断准啊，这个需要数十年的功力啊，啊，不是说你一样画葫芦啊，啊，随便学一下开盘八法啊，八法12式，有人讲说16式，有人讲24式，学了这么多东西有用吗？没有用，开盘八法正宗的就是8法12式，8法12式跟你讲，在高档区出现3D 破趋势啊，3D 破趋势啊。这个技术分析除了开盘八法以外，一定要跟其他的技术分析来做出个结合啊，不是单一技术分析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三 D 破趋势，这个是不是要转折？转折是不是往下？持股要不要减码？有，老师，阿力有动作不？我们当然有动作啊，我们的动作非常大，直接跟你讲一清专案啊，老师，一清专案有用吗？当然有用啊，有没有带你避开？有了哈。那现在的大盘啊，要看啊国安基金的脸色啊，这国安基金在做多力量非常大，投资人你不用担心，台币目前为止区别啊，对于出口是有利的哈，那利率要调降半码哈，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很害怕啊，因为行情啊总在恐惧中诞生啊。举一档股票来，301的联雅，来，今天上涨15.5元，早盘有没有通知你？我不知道哈。那这档股票嘛，攻击啊，固啊哈。最近一次的操作，我们就讲最近了哈，我们不要常常讲以前呐。很多分析师啊，一直想跟你讲以前我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我们不用，我们讲现在。啊，9月22号跟你公布的啦，23号的简讯。哦，不要一直讲从前呐。如果你一直讲从前，代表你从前的可能做的还不错，现在做的不好嘛。严老师跟你讲现在了哈，现在这张股票从7月24号开始跟你讲的哈，7月24号，我相信讲的人哈，老师查一下应该没有人了，没人跟你讲这句啦哈，那有没有买哈？我们都讲证据哦，啊，老师不会空口说白话哦，这个地方叫最佳买点啊，这个叫最佳范例啊，低档十字线啊，完成 K 线以后变成吞噬。吞噬叫做什么？阳包阴，好，一红吞两黑，很多的解释方法，但是老师只要跟你讲，这个叫吞噬，好，日本人讲的一个定义名词啊，这个叫吞噬啦，啊，没有那么多花招，这个叫吞噬，这叫什么？平切线，平切的一个买点，看多方空方的一个力道，这两个关键性的点位你抓到了，财富就在你手中。老师的简讯能够让你做到个落袋为安。操作股票不是只有买，啊，没有卖哦。我先讲哦，也很少老师拿证据给你看哦。严老师都是拿证据给你看哦。那这档股票该怎么操作啊？
我相信啊，我的会员啊，在简讯里面哈，应该都收得到了哈。收到的同时啊，老师必须要跟我的会员讲哈，简讯自己知道就好了哈，不要在外面传来传去了哈。那要注意一下哦。那目前为止，我们手动股票，老师先跟你核对一下了哈。四级会员加总不到六档股票，对吧？老师讲的没有错嘛。我们有没有集中火力？有啊。我们有没有做到一个低档布局？形态突破的时候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一定有。好，这就是说我们操作的一个风格了哈。那目前为止的话，你要注意到哈，要成为赢家，要成为赢家，严老师这张图卡你要留意的哈。什么股票在整理形态出现一个买进的讯号？这个叫重点。只要出现整理形态完成，有买进的讯号，从这边到这边。你会赚到钱。如果说你常常是赔钱的，那麻烦你看到这边，你买的趋势股票不对，你的判断力可能是出了问题啊。那如果想跟上脚步买整理形态结束的，那我们十月份只推出唯一的一次，它叫做一个投资组合。一个投资组合里面包含三档股票，第一档是属于高价股，拉回早买点。苹果概念股，第二档股票跟第三档股票，他们都是投信啊，啊，准备要第四季啊，可能有机会做账，所以说这时候筹码面一定要选干净的股票，好，基本面一定要好的股票，成收要啊，营收要成长的股票。所以说，目前为止老师都帮你考量过了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但是在技术面整理形态一定要出现讯号啊。那这份资料非常重要，我们称它为一二三，三只大老虎啊，三只大老虎。都是电子股的，来看一下哈，我们十月份唯一推出的一组啊投资组合，一二三三只老虎里面有三档股票哈，那这三档股票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看到我们节目的，你有兴趣的，好，你要验证的，好，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你今天直接打电话进来啊，如果说你是老师的会员的话，按照我们的简讯，好，跟着老师一起操作哈，现在就开放让各位事先布局，事后。好，事先来布局，好，事先来卡位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头痛，请用五分钟。嘴齿痛，请用气痛五分钟。五分钟，好。并打头顾严老师，会员三级跳。特惠直升 VIP， VIP 直升清代，老师大哥大亲自接听服务，只要二分之一，速洽02-2781-0909，2781-0909。运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熟悉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润泰精工创新建筑，假山林城上城，壮丽落成。成屋预售付，大户轻松住，20分钟直达台北101，长庚正对面，金店面开放预约。假山林城上城，兑现承诺。2431-5858。
快进不下去，说严老师为你主持的稳超胜券哈。那大盘啊，目前为止啊，你看起来好像就是温温吞吞的哈。那其实啊，看得懂的人啊，目前为止的话哦，老师认为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要做到一个承接哈。但是个股表现啊，哈，操作的难度越大啊，越能够啊考验一个分析师啊，考验各位啊在股票市场里面的能耐嘛啊。如果大盘啊都是一帆风顺啊，我相信啊，三岁小孩子都会做啊了。妈妈，我们就去买股票啊！最近大盘都在涨啊，如果大盘在跌的时候，妈妈，我们好像要把股票卖掉，因为大盘最近都在跌。那真的难盘，就是从现在开始啊！真的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啊，做到一个长治久安啊，做到一个顺利赚大钱的哈，这个难盘的功夫啊，对我们专业的分析师而言的话，我认为啊，就像吃豆腐一样，困难度没有那么大啦。真的没有那么大了。你有严老师的开盘八法，你有严老师的黄金阴阳 K 线这本书的啊，你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你把你的功力啊提升到某一种程度啊，我相信老师今天跟你讲的话，你都能够提，然后都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知道。那如果说你手中有这本书哦，你每天看，每天看，你还是看不懂的话，我跟你讲哦，那还是有方法的啊，老师会到全省巡回的同时啊。老师会一一的帮各位解答啦，你不用怕啊。老师就是希望你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希望你在股票市场里面的投资啊，能够帮助你自己的家庭。好，但是操作的理念好，一定要做出个修正哈。投资理财开大门走大路，这是严老师希望各位去做到的哈。来看看到这个大盘哈，先提醒你哦，赢家哦，你要做赢家，你要先布局哦，你不是做输家哦。输家都是很坚持啊，自己的意见哇，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像大盘应该怎么样？好像报纸看了以后又怎么样？隔壁老王又跟我讲怎么样？结果呢？好，结果你就是输家嘛？啊，到底是不是输家？哈，打开你的存折，麻烦你打开你的存折。好，那这档股票叫6271的，来同心电啊，老师今天创新高。创新高的股票，每一个人都会解啦。那时间能不能拉回到8月份？老师啊，啊，如果买在8月份的话，应该从60几块起到80几块啊呢。短线上面的话，可能获利超过20%呢。哇，那用讲的都会讲嘛？有人在这边画个买啊，一条线拉上来，哎，他也不会解说说啊，我回完到底5倍还是5倍啊？这个就是啊。投资人啊，在选择专业老师啊，他就喜欢找那个每天涨停板，哎，参加以后你就知道了吗？啊，到底有没有每天涨停板嘛？那为什么你的存折会越来越少？啊，也喜欢找那个单股锁单的嘛？好，锁到最后啊，钱都被人家锁走了啊。627的同心店，来，时间看到这边哦，来导播拉近啊，这个是不是8月份？没有错吧？哈，8月份嘛。在这个地方，60块以下啦哈，你都有机会啊，用力的买，努力的买，用力的买。好，来先看老师之前怎么说的，法说会对今年下半年盈余啊是释出利多的。哦，这样股票跌得很深哦，我先跟你讲哦，你从第三季哦，老师当时就跟你讲，第三季现在已经结束了，你要看第四季喽。啊，陶瓷基板啊，现在讲说车用电子啦哈。今天又见报了，车用电子可能啊转单的一个效益又要出来了哈，那这档股票有没有机会受惠哦？你要等着看哦，题材哦啊，智慧型手机需求稳健啊，那这个叫底部整理形态，这个底部整理形态啊，就像严老师啊常常在节目里面跟你秀的这张图卡，你要去做出个专业的判断，这个整理形态到底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完成哈？那导播拉近哈，这个地方来看，来再拉近没关系。有一根长红棒，这个长红棒终结了这边所有的啊，这个所谓的纺锤线啊，这个叫低档的一个整理啦哈。你看到这个讯号出来啊，再看到 K D 啊，包含 M A C D 啊，日周月可能都进行一个黄金交叉了哈。筹码面的部分，8月14号，三大法人又开始同买。那我问你啊，在底部区啊，
你自己去判断一下，应不应该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嘛，我们都是事先讲，不会跟你事后马后炮。第一档区出现长红棒，代表怎么样？代表在这个地方啊，多方表态了，代表在这个地方多空交战了以后啊，多方是占优势的。好，你在低档区你要买多少，你随时都可以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你爱买多少你就买多少，看得懂形态的，看得懂我们黄金一样 K 线的，啊，你一定有跟上严老师的脚步啦。啊，严老师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一定会拿简讯给你看的，我们一定会拿简讯给你看，第一次的操作，第二次的操作，好，一直到创新高，老师就说这张股票，我们后面就保留给我们的会员了哈，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好，包含8016的细创也是一样，来，这个叫买进的一个证据啦，啊，这个叫卖出的一个简讯啦。我相信我每天啊都是啊秀证据给你看的哈。那今天看到小型股的部分啊，3374的精彩，来，今天股价表现不错了哈，上涨1.05%啦。老师啊，这个股票当时讲诶，啊，问的非常好，来，8月13号，来导播拉近一下哈，8月13号哦，我们这个地方都帮你框起来了哦。8月13号，来，时间回到8月13号，来，一样，低档区出现一根长红棒，哎，老师，这个长红棒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哈，你们学的阴阳 K 线真的行吗？老师问你啦，真的行吗？还是每天在那边背一些专有名词啊？啊，低档拇指线，高档啊，这个什么啊，流星线，啊，什么三压啊，什么三红兵，每天在那背那些东西有用吗？我们的多空阴阳线啊，用单根 K 棒就解决了啦，哦，不用学那么多东西啦。严老师所教给你的，你只要能够吸收啊，你可以跟老师一样，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判断，这一天买进以后直接拉涨停哦，拉涨停以后后面还有一根涨停板哦。老师先讲哦，这个涨停板是10%的哦。不是7%的哦，你的老师会不会拿证据给你看？老师不知道啦，严老师绝对都是拿证据给你看的，老师都会拿证据给你看。好，你这个是不是要简讯？好，打波拉近，普通会员、特别会员都买到，两级会员，好，做的第一次操作，啊，那做到一个获利入袋，啊，第二次操作来，一级会员买到，一样。帮各位做到一个获利入袋，后面老师就不方便了哦，我们的会员的权益啊，我们就不方便讲太多了，好，那当然后面要布局的股票啊，要留意到太阳能的股票哈，包含6244的啊茂迪哈，6244来茂迪哈，这样股票来注意哈，这是太阳能指标的一档关键性的观察了哈，包含3691的硕和来，好，包含所谓的新日光了哈，那手中目前为止股票套牢的哈，比较严重的来看到这张股票。手中有 TPK 的，哎，啊，你需要帮忙的，你需要帮忙的哈，讲的已经很含蓄了啦，你需要帮忙的你就打电话进来了哈，先点名这档股票，2454联发科，需要帮忙的，有影需要帮助的啦，你再打电话进来啦，啊，这两档股票，还有哪一档股票，啊，这个3008大力光。啊，老师啊，大力光真的会跌吗？好，你看到这两根 K 线，你认为会跌吗？老师问你啦。你用我们讲义教材的，你看到低档区啊，现在出现这两根 K 棒啊，啊，这两根 K 棒把合在一起，你认为会跌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哦，啊，再讲一次哦，大力光有问题的，来，3673 TPK 啊，输钱啦啊。打电话进来一定是输钱的啦，赢家不用打电话进来。好，赢家不用打电话进来。联发科最多，啊，买在500的、400的、300的，来，今天股价只有剩250，该怎么办？啊，老师啊，要不要换股操作？好，老师常常跟各位讲哦，讲的话你不见得听得下哈，那你可以把你手中所有的资金集中在一档或两档的
啊，你认为有把握的股票，但是一定要在整理形态完成，有个关键性的讯号。这个讯号，你上过我们课的，你有老师讲义的，老师还是讲重点给你听啦。整理形态结束了，出现讯号的，你去做这个买进的动作，不管短线、长线，好，你可能都有一个获利的机会，因为后面会来到初升段、主升段、末升段啊。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判别的，你又希望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的哈，还是有方法，借助专业啊。十月份呢，我们只推唯一的一次，不绝对不会推第二次啦。好，十月份我们就专心操作这三只老虎，这三只老虎麻烦各位事先布局，事先卡位，第一档高价股，第二档、第三档都是低价股，三档股票做一个投资组合，麻烦各位今天打电话进来，先把资料拿到，严老师带各位事先布局，我们事先来做出个卡位的动作，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会员三级跳，特惠直升 VIP，VIP 直升清代，老师大哥大亲自接听服务，只要二分之一，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